很多人说黑沙这个冰封散热背夹 Pro 冷到可以结冰，我就不信。我们来试一下，拿出你的背夹 Pro， 记得要兜电，如果你没兜电的话，它是开不到的哦。On， 拿出你的黑沙手机，记得要连接 Apps 哦，点进去，记得选择 Frozen， Let it go， Let it go。哇，快速下降了！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手上拿的这台机不是之前介绍过的黑沙3哦，而是黑沙3 Pro。那黑沙3和黑沙3 Pro 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在四个地方：外形、屏幕、电池，还有升降式按键。黑沙3 Pro 明显更长、更宽、更重，一共253 g。屏幕方面，黑沙3 6.67 寸，黑沙3 Pro 7.1 寸。电池，黑沙3 4720 毫安，黑沙3 Pro 5000毫安。最大的不同就是黑沙3 Pro 有真正的物理外挂，就是升降式游戏按键呢，只有这两例嘞。那么快就下到6度了，会不会下到0度嘞？目前最低温度就是3度，冷是冷啊，但是还没有结冰哦，怎么办呢？不用怕，我们有 Plan B 冰枕应用背夹 Pro。下去吧。虽然水柱是短了，但是还是没有结冰哦。我明都加冰给他了嘛。明都加冰也不会结冰的吗？不用紧，还有 Plan C， 冰冰凉重听。我来洗面。喂，你洗面？好贵啊，贵死咗。好冷啊！零下1度了，结冰了，是冰啊！但是这样很累，又很冷。经过我们的努力，它终于结冰了，真的是冰来的。现在是0度，刚才最低是可以下到-3度。实验成功证明这个背夹 Pro 是真的是可以结冰的，但是前提是你要经过各种的考验，七七四十九难才可以成功。啊，你想要结冰是不是？这就可以了咯。